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啊。这一场终于来到佑哥的克里希啦。克里希在这个版本呢，是有稍微对于前期的伤害做一些强化，然后他二技能的距离又被改远了，所以这个版本呢，我觉得是那个最扯的还是那个娜塔亚。那个娜塔亚真的那个一技能太扯了。不吝啬的话，麻烦帮我影片点一个大大喜欢，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话，赶紧订阅吧。这边一个把你飞高高，然后夸克直接勾了过来，哎呀，伤害只差那一点点，超级可惜。这场我装备我鞋子直接带上了穿透鞋，就是要穿透。第三件呢也是穿透的装备，这就是在我觉得法师他本来他的奥义穿透就很低，不像是物理角色他可以100穿透，光奥义就100穿透，可是法师没有办法欸。所以我会希望多一点这种穿透装备，那最后那个面具最后再合成混沌法杖就 OK 了。这边可以注意到下路打得非常乱，感觉对方就是要针对下路，就是一直去针对下路这个口。你看哇，对方打野是菲尼克，我感觉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内推掉我们的下塔。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哦，凯撒路的外塔前三分钟是会有免伤 40% 的伤害，所以对方就算有菲尼克，他们推起来还是非常吃力。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会选择去推魔龙路，因为魔龙路的外塔好像没有前三分钟免伤 40% 的伤害，就是凯撒路有，可是对方还是执意要推，一直常驻在凯撒路。那看到这个情形发生，我们就要去常去下路去多做一个支援。我这场戴的造型是梦幻铜镜啊，又是一个传说水晶哎，柜子三三的造型。这边一个开个大招，直接把两个人飞高高。我们这个主卡这个大招跳得非常好啊，果然大屁股是有效的。哇，那个大招配合我这个跳那个飞高高，真的厉害，真的猛。所以在前期呢，对方一直三番两次想要推我们塔，反而还没推到。现在我们队友还要去反他的蓝，又是一波灭。所以这个前期对方的策略是很好啦，可是一直没推掉，就导致说他们一直暴露在下路，然后我们上路就觉得很安心这样。这场我们就还是可以继续的观察下去。不过对方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就是有个方向在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不过我觉得啊，克里希跟其他之法师比起来，我觉得他还蛮算是平衡的，有算是增强一些些，因为他在前期跟中期跟后期的伤害都已经被好吧有起来了，就是不会像说上个版本克里希在前期超级无敌弱势，就是那个蝴蝶出去跟回来完全不会痛。但这个版本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最扯还是那个娜塔亚，娜塔亚我跟你讲，一定迟早会改啊。那个一进的那个伤害，然后那个冷却时间根本太扯了，完全做坏掉，那个比做坏掉还要更做坏掉，我只能这样讲。这边我先普攻一下红 buff， 我就知道对方来反，先开启一个大招，我们夸克吸得非常好，再一个主卡的大屁股进场，哇，这个配合我只能说666，哇，刚刚那个配合你们有看到吗？哦，这边交出了瞬移，想放屁，想他想请我吃地瓜、欸。哦，门都没有。我来刚刚夸克那个吸大范围的，然后我再开个大招，再用二技能啊飞高高，主卡一个大屁股进场，直接收光。这真的算我们感觉不认识，可是呢这个配合起来，我觉得配合超好。尤其这一场我们夸克，我只能说他勾的算是蛮准的哦，蛮准那一类型的，所以他还算是蛮会玩的。会玩的夸克哦，给对方会造成很大的压力。不会玩夸克就会变成说啊，这夸克到底有跟没有一样啊。这边简单去消耗一下对方的血量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菲尼克哦，他们在吃魔龙。那我现在先退回来中路啊，帮莫拉运一下，可是莫拉还是走了。对方已经拿下了魔龙。像刚刚那种情形，对方在一开始一直来压我们下塔，像我们的主卡呢，我觉得他观念也是不错，就是他直接就说赶快去反他对面的红，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一直去吃魔龙，然后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经济。虽然我们下塔被推掉一座，可是我们只要吃一两头魔龙起来，我觉得都还算是 OK。那这个版本的那个冰杖也是变贵啦，从1700变到2000，然后它的跑速啊跟缓速效果都是被下调了，
所以CP 值我还是觉得 OK， 还是可以出了。因为冰杖我真的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用的，尤其像三个版本，那个又便宜又有魔防，然后又有魔攻，又可以缓速，又可以增加自己的跑速，我只能说 CP 值超级高，跟全能武器一样。这边再次来到下路支援，因为我们的下塔已经掉了，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太走得太出去。这边开打了，是不是开打了？那马上开启我大招。那这夸克、这个吸压还有这个勾都其实非常的到位。看一下我们的夸克有没有机会勾得到呢？勾到了，我们夸克它的勾啊，好像是指定技一样。这边我们小脚探险一下，交出了闪现瞬移，直接收下了提米。那好险是有夸克帮忙，哇，那个不然那一个很肥啊，那个十等哎、欸，那个夜叉十等啊，不得了。这边简单的再跟着队友去做一波消耗。这一场我觉得对方的观念跟拆塔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到位。尤其你看我们上塔、啊、已经快被拆光了，剩下一点点血，我们夸克吸得非常准啊，那勾非常到位。那这个马洛斯一个被勾过来，完全不得动弹就死掉了，他连跳大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边简单的来跟着夸克走，因为我觉得我跟夸克啊，还有祖卡整个三个人配合起来的一个默契，我觉得非常足够。尽管说我们互相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，可是那个默契我觉得一看就知道有没有。这边简单的来帮莫拉看一下视野，应该是没问题吧。有马洛斯还是不能打。这边简单看到中路来人啦、啊、有夜叉还有这个木家爵，直接这个呀直接冲我，我这边吓傻了。我这边感觉可以打哦，先收下了木家爵，接着追一个马洛斯还是非常的坦哦。哦 OK， 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拉打，我们不要被马洛斯的拔刀斩挥到了，不然他又会回更多的血量。这边先简单清一下兵线，我们的夸克又勾到了提米，不过我的手有点短，没有成功让他飞高高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消耗一波小小的血量呀。没勾到有点可惜，不过因为提米有他也有复活，所以有没有勾到我是觉得都没差。那队友主卡就在我们旁边，再开个大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明明是指定往前我的蝴蝶，结果一飞出去他就往后了，这波状态非常不佳，先回头帮主卡再一个蝴蝶成功收头，可是最后面还是被木家爵给毒死了。可是看到刚刚那个默契有没有，主卡直接跳大进来，然后再回头帮他飞高高，再放个蝴蝶就可以成功收头，那一个整个流程是非常的流畅的。所以默契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传说对决最主要的一个主因。这边下路又开打，这个菲尼克很喜欢往我们下路走，也就是他们上路。这边开一个大招，一个范围性的。这边明明我的蝴蝶就往前，然后菲尼克就直接走了，而且是被我们杀，这个差一点点就勾到了。这波回战呢，我们整个队友配合起来也是算是蛮流畅的。然后蝴蝶呢，克里希他越到后期，其他输出真的非常有感。被看到了那一个夜叉想干什么东西，不过因为莫拉已经快复活了，那我们就先清掉中路的兵线，然后马上赶过去我们上路。本来夸克真的勾得非常的准啊，还有那个吸，这边再回头收一下夜叉。我就说这个夸克，我觉得他这一场表现真的非常优异，他那个勾法跟准确率，我觉得有点媲美那个人生输家一样准啊，他那真的勾。勾十次至少会中个七八次啊。这边再清一下中路兵线，那兵线一直都是我们经济上的好朋友，兵线等于说我们输出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不要去放弃的兵线。这时候对方拿下了凯撒，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在怕，直接开个大招，先把对方菲尼克直接收走，再回头去帮我们的队友。然后就是跳了一个大招。那这边可以注意到我们的配合哦，虽然这时候夸克他是非常残血，这边注意到夸克勾到了之后马上交出了瞬移，这个目的是不要让马洛斯拔刀斩斩到他，所以这个夸克我觉得他真的非常会玩，再一个吸直接配合两个人配合把他带走，
我觉得刚刚的一个经典那个夸克那个操作真的是666，就是他把夸那个马洛斯勾过来之后，他马上交出一个瞬移去骗掉了马洛斯的拔刀斩，然后以至于说他自己没有死掉。我觉得那个操作真的有到位，非常会玩，不错不错，给他一个赞啊，不止一个赞了，给他五个赞。这边没有兵线，主卡冲过去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这边开个大招。虽然木加爵这个版本是非常的痛，可是我的手，我克里希的手是比木加爵还要长的。木加爵他害怕的就是手比他长的角色，所以我克里希手比他长，所以等于说是克星。而且我们克里希一套的瞬间爆发又够，所以木加爵非常的害怕。这波状态真的不是很好，顶多只能回头帮他们放一个蝴蝶。而且蝴蝶它的距离非常的远，我看到一个夜叉，完蛋完蛋，我们夸克在前面吸，不过呢，我们最后面还是又把那个夜叉给带走，还算是 OK。然后我们这时候夸克又说 sorry 没看到后面，所以其实他的观念我觉得真的是知恩赞赏啊，赞赞赞。这边注意一下中路，哎呀，中塔没有了，那么我们就是朝着菲尼克的方向移动，看一下，果然在吃魔龙。那我们还是不要出去好了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呢非常的一个尴尬，非常危险。那我们这个角色最害怕就是夜叉，我们千万不要被夜叉绑到，那夜叉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秒杀带走，可是如果队友在旁边的话就可以凶一点。夸克正在蹲草，先给他一个蝴蝶，有没有机会可以把那个提米勾过来，有，直接中了一个挑飞，那再一个 一整套伤害，这一整套可以发现到对方呢的支援速度也非常的快，那我这边感觉上是可以打的，所以我想说可以帮队友继续打，结果没想到这个三个人直接冲我的脸，有没有看到木加爵啊、提米啊、夜叉啊，全部都要来冲我的脸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看起来是有这么惹人厌是不是？全部三个目标一致都是来追我。这边中塔高地被拆掉了，就知道说对这一场其实对手也不是让人家小看的，就是他其实非常的有实力，尽管说他们人头可能落后了超过十颗，可是他们还是有机会，感觉可以翻盘的感觉哦。那克里希唯一的优点就是他的技能冷却时间都非常快，我们刚刚大招开过，现在我们大招冷却又快好了。克里希最注重的就是站位，我们千万不要第一时间被抓到，因为我们蝴蝶很需要啊，所以这边可以注意到我们站位永远都是躲在最后面，有技能再往前，没技能的话我们就在后面垫垫。马路斯跳一个大招，那个菲尼克还没有回城哦，所以我的蝴蝶故意想尽办法想要去打那个菲尼克，有刷到一下1900，夸克直接勾到了，我就说这夸克真的是勾的算是蛮准的，因为夸克勾不只要去这个预判走位，还要去了解说对方的心态，下一秒还要干什么，走哪里，这都是非常重要。像这一波我们夸克真的是表现非常好，然后就在躲在后面不断帮队友去输出，那对方是一个团灭。然后朱卡说他死神镰刀没有触发，这个 bug， 那就跟着队友来到中路，有一台炮车，虽然对手复活了，不过我们直接拆掉珠宝。那这一场就是克里希暌违至少4个月的实战解说，那我们这一场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一下你大大喜欢，我是佑哥，我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